我们这里是直接受害者之外，我们也是台湾社会唯一的力量啊！我们知道这些资方不会站出来的，他们现在是破译者，所以我们要站出来阻挡这个错误政策，让这个政策如果真的实行下去的话，不但经济不会提上去，反而会向下沉沦啊！这就是我们的立场。所以十月二十八号我们会有啊，来自各地的工会走上街头啊！现在所有政策可以看到的，都是对劳工非常非常的不利。尤其从劳保年金，我们总共从民国九十八年一月一号开始实施到现在，总共才三年多，就告诉我们要破产了。我们平均领的非常非常低，劳会自己统计，我们最高平均才领13573块钱，最高的领40000块钱的也只有12位。现在告诉我们要破产了，劳保要修，一定修的方向就是提高保费，降低给付。劳动的最后一个保命钱都要被揪掉了。我们从基本工资的态度，国家也不愿意提高基本工资。最后方向是让更多的外劳进来，让台湾的工资更降低、更低、更厉害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是让社会知道一个完蛋的政府，一个混蛋的政府是让台湾整个完蛋。Without the without the insurance, the labor insurance, how can they afford the medication here? 他是在工作中受伤啊，所以他刚讲说，其实外劳大部分现在大家也看到新增都是三 K 的行业哈，就是危险、肮脏跟长工时困难的工作哈。那如果更多外劳来跟他一样会受伤的话，他们也不愿意热线哈。那现在雇主也还没赔偿他哈，他代表的是卡萨比，就是菲律宾在台劳动协会。好，谢谢。政府混蛋，饮鸩止渴，饮鸩止渴，台湾完蛋，台湾完蛋。明知道人喝了酒会毒死的，台湾也会完蛋，那是渴死的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再不喝，明天可能就跌破个位数了。好了，没办法，就是这样给他喝下去了，不然我们就下台了，不喝就下台，喝了台湾也完蛋，那我们就先喝了吧，来，喝了吧。台上有感觉了哈，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，台上有感觉，台上都做得好，管他劳工的啊。政府混蛋，饮鸩止渴，饮鸩止渴，台湾完蛋，台湾完蛋，政府混蛋，政府混蛋，饮鸩止渴，饮鸩止渴，台湾完蛋，台湾完蛋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北市台中理事长蒋万金带头示范啊，还有非典劳动副科长李志文。有点的才排好。外派北派遣外包，派遣外劳就业完蛋，就业完蛋，外劳增加，外劳增加，升级完蛋，升级完蛋，国家退场，国家退场，退休完蛋，退休完蛋，一战之德，一战之德。台湾混蛋，政府混蛋，政府混蛋，饮鸩止渴，饮鸩止渴，台湾混蛋，台湾混蛋，愤怒，愤怒到谁停？再来一次，政府混蛋，政府混蛋，饮鸩止渴，饮鸩止渴，台湾混蛋，台湾混蛋。看到就说你要有一个经济自由贸易的经济示范区这里头，但是你用的你要引进来的鲑鱼，引回来的台商鲑鱼是什么样的鲑鱼？恐怕是鳄鱼吧。就说你还是使用20年前的低工资，就说高耗能，低附加产值，然后我们还要这样不断的打压劳工，这种情形，我们就会觉得说，那这就是饮鸩止渴，饮鸩止渴，就说这只是毒药而已，而且这毒药到最后毒死的是全民。我们1028会是劳工团体先站出来，因为目前最清楚的一连串的政策都是打压我们的劳动条件的。那例如说工资动涨啊，那这件事情我们希望，我们这一次也是希望说，陈冲内阁赶快他要回归他的行政伦理啊，就说可以通过劳委会已经通过的就是工资要调涨，希望在明年1月1号可以正式实施。要提高保费，你要减少给付，这部分你假如今天讲说修改这样的条例，假如修的不好，市场是提早破产，因为台湾现在有240万的人可以劳保年金，一次金，只要有100万的人就，平均一个人领100万，
老本基金只剩下5600多，它一次就不会，而不是116年。我们真正成功就是这个这个老本基金不可以的，老本基金不可以的，国家应该再来赚钱，大成长还要浮动，外劳的上限要松绑。那增加外劳，其实我们觉得它最大的危机在于说，那对于我们的资方来说，它还有什么产业升级的压力呢？就说外劳来了，廉价的工资来了，廉价的劳动力来了，所以事实上产业升级就没有希望。那对于台湾来说，长期的发展，我们是觉得非常的，让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受到恐吓，觉得的不安全。一战之歌，一战之歌。